周仙贝，您在哪儿？周仙贝，您在哪儿？周仙贝，周仙贝，蓉儿，靖哥哥，蓉儿，靖哥哥，蓉儿，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，蓉儿，蓉儿，靖哥哥，你怎么来桃花镇了呢？我不是让你在青音洞等我吗？纸条被老顽童吃了，你写了什么？我根本没有看到。靖哥哥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蓉儿赶紧带你离开。蓉儿，你不生我的气了？生气，非常非常的生气。但是我更怕我爹会杀了你。靖哥哥，我送你离开以后，你就不要再回来了。我们两个人从此都不要再见面了。不，我不走。别傻了，快走。不行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向你爹提亲。不行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向你爹提亲。你不做金刀驸马了？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做什么金刀驸马，之前是大寒提出来的，我娘和我的六位师父应允了，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可是那个蒙古公主呢？你打算怎么跟她说呢？蓉儿，华筝自幼和我一起长大，我待华筝就如亲妹子一般，我不想让她难过，但我也不会娶她，这是我的真心话。我很笨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有的时候说出来也很容易被人误会，蓉儿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蓉儿也都听明白了。真的吗？靖哥哥想跟蓉儿在一起，蓉儿也想跟靖哥哥在一起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不要再分开了。靖哥哥，你会一直牵着蓉儿的手，永远不抛下我，对吗？就算所有人都不同意，我也要和你在一起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一起离开桃花岛。那你爹怎么办？等我爹气消了，我们再回来跟他认错。好，那我们走。周前辈，蓉儿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哎，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来不及了，我怕爹醒过来。如果被我爹知道我在他酒里面下了药，他一定会迁怒于你的。啊，你给你爹下药了？我也不想这样做，可是我怕我爹会杀了你，所以才给他下药的。靖哥哥，我爹功力深厚，不用管他，他一会儿就会醒过来，我们赶紧走吧。不行，不要说周前辈有恩于我，就算是个陌生人，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，但我知道的是，我一定要救周前辈。好，以后靖哥哥去哪儿，蓉儿就去哪儿。爹，前来拜访，难道还需要拜帖吗？小侄见过黄岛主，蓉妹妹。欧阳克，你还有胆子来我们桃花岛啊？蓉儿，爹爹，他几次三番欺负蓉儿，您都不管吗？蓉妹妹，我以前是真的不知道你是桃花岛主的千金。多有得罪，还望海涵。哦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不是桃花岛的人，你就可以随便欺负了？那你到底奸淫掳掠过多少良家女子啊？啊，耀兄，可儿她从小啊就被我这个当叔叔的惯坏了，就在前一段时间，我还对她严加管教了一番，还请耀兄及另外能够多多海涵。黄道主，家叔说了，既然来见老朋友，就不能空手而来。这些宝物呢，都是从各地搜罗来的，还望您笑纳。礼物就不必了。峰兄，既然不嫌弃我这小岛，就到里面喝杯茶。好。无事献殷勤，肯定没安好心。
真希望有一天老杜和小杜被自己养的毒蛇给咬死才好。你乖乖的回屋待着，别乱跑，不然我第一个杀的就是这臭小子。哼，冯兄，这边请。我就算去死也不会嫁给欧阳克那个大坏蛋的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那个欧阳克每天都胡作非为。爹，你总不能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吧？我倒觉得他一表人才，比起那个郭靖强何止百倍。而且我跟欧阳锋也是齐名的武学宗师，你嫁给欧阳克也算是门当户对。什么门当户对？这根本就是你阻止我和靖哥哥在一起的借口。不用说了，这事我已经决定了。不知道靖哥哥伤得重不重，如果我现在去看他的话，弟弟一定会迁怒于他的。怎么办呢？容妹妹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？我来替你解忧啊。你会有那么好心吗？那当然，我对你是一往情深啊。嗯嗯，你看这桃花岛风景优美，尤其是这片桃花林种了成百上千棵桃树，品种繁多，花香四溢。欧阳公子，要不要蓉儿带个路带你去看一看呀？可是听黄岛主说这里处处是陷阱，蓉妹妹不会是想……刚刚还说对我一往情深呢，现在又怀疑我，看来你说的话全部都是假的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啊。蓉妹妹，是我多心了，那就请蓉妹妹带路吧。那走吧。我爹呢，为了一年四季都能赏到花，所以特地精心培育了各种不同的桃花。这里是不是很美啊？嗯，此处真是雅致，但这桃花再美也及不上容妹妹分毫。嘴这么甜，来赏你个桃子吃。多谢容妹妹。怎么样，甜不甜？吃在嘴里，甜在心里。那你就多吃一点儿。哎呀，我给忘了，这个桃子是有毒的，吃不得的。那怎么办啊？这我都吃下去了。你得赶紧吐掉，要不然会中毒的。欧阳公子，你在这等我啊，我去给你拿解药。多谢容妹妹，快去快回啊。靖哥哥。哦，靖哥哥。蓉儿，蓉儿。靖哥哥，靖哥哥，靖哥哥，你没事就好。蓉儿，你爹没有为难你吧？我爹让我嫁给小毒物。啊，他让你嫁给欧阳克？哎呦，太好玩了。老毒物的侄儿就是小毒物，黄老邪的女儿就是黄小邪，黄小邪嫁给小毒物那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栾头，你再胡说八道的话，我就让老毒物把蛇放出来咬你。我只是说说而已，你又吓唬我，那么凶。靖哥哥，我肯定不会嫁给欧阳克那个大坏蛋的。我想好了，咱们一起离开桃花岛。好，我现在就带你走。嗯。哎，等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之前咱俩跪在那儿对天发誓的时候，可是说好的啊。
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你现在要带他走，你要是带他走的话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。我死了的话，你也得跟着我死。你要是不跟我死的话，那老天会惩罚你的。大哥，这次有蓉儿在，不一样了。我真的不能留下来陪你了。大哥，你们结拜兄弟了吗？我帮周大哥吸出了蛇毒，他却非要让我跟他结拜为兄弟。好吧，既然你是靖哥哥的兄弟，那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，我带你出去。跟你们走不行，我发过誓的，我一定要打败了黄露邪才能走的。你不走的话，那我们可走了。别！哎呀，你让我再想想。哎，对呀，不如你跟我联手，一起跟黄老邪打，怎么样？啊？其实当时我跟他的功力只是差了那么一点点，现在你跟我联手，我们两个又左右互搏，等于我们四个人跟他打了。大哥，其实不用四个人，也不用我，你用左右互搏术，就有两个周伯通，两个周伯通加在一块的话，没准你就能打败黄道主了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我现在要是用左右活的话，那就是两个老顽童跟他打，我肯定是打得过黄老邪的。太好了，靖哥，我能打得过黄老邪了。周大哥，我们先走了。我再也不用住这个破山洞了。木鱼脑袋，丫头，哎呦，等等我。是欧阳克的声音，别理他，我们赶紧走吧。你们俩还不等等我？那你说把我跑丢了怎么办？要把我跑丢了，你们还得找我，那多麻烦呀！臭小子，你是不是忘了我是你结拜大哥了？周大哥，那你跟紧了。哎，哪来这么多桃树啊？啊，我老叫华又不是猴子，我可不喜欢吃桃子。靖哥哥，是师傅。太被困在这儿了啊！你在哪儿？师傅，娟儿，蓉儿，我在这里。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在哪儿？蓉儿，师傅，你在哪儿？我们来救您了。不用你救。我是收到我徒弟的飞雕传书来保媒的，那黄老邪他应该亲自迎接。这个老叫花，去自如能有什么事啊？爹。啊，爹，您看有贵客上门了。蓉儿，你怎么叫七兄师父？耀兄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有件事我事先没跟你商量，擅自做了决定，我先给你赔个罪。七兄，严重了。你说你这个宝贝闺女怎么生的啊？这么漂亮，人还聪明，还会做那么多好吃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好吃的摆在我面前，我老叫花哪能忍得住？我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。她要当我徒弟，那我就收她为徒弟呗。小女能拜七兄为师，是她前世修来的福分。哎，也不能这么说，耀兄，你家传武学博大精深。当然我的功夫也不弱，可是轮不着我呀。她是你闺女，你是她爹，可是她硬要叫我师父，又给我做那么多好吃的，那我就教她两招叫花的功夫，是不是这样？是。七兄亲言有加，兄弟感激不尽，还望七兄多加管教。哎，爹，
师傅还收了金哥哥为徒弟，教了他降龙十八掌呢。你这小子还有点运气，能拜七兄为师啊。还有你想不到的，那就是我。哎，老教官，老顽童，你怎么回那桃花岛了？是啊。哎呀，这个黄老邪呀，把我关在这岛上一十五年了。哎呀，今天我可算离家飞出去了。你怎么出动了？出动？我就是要出动，我还要出岛呢。我想出哪儿就出哪儿，你管不着。在岛上没有我管不着的事。哎，耀兄。这我就得挑你的理儿。你看我老教花不远千里来到你桃花岛，你不先让我歇个脚，给我弄点好吃的，我一来你就去追上老顽童，这可不像你的为人呐。好，先不跟他纠缠，谅他也走不出桃花岛。师傅，您怎么来桃花岛了？蓉儿好想您啊。好想我？我看你是好想你的靖哥哥吧。我来这还不是为了你的靖哥哥。哎，耀兄，你说我这个徒儿他竟然胆大包天惹你生气，你是谁？你是武学大家，你说他这种小辈儿你多包容，别跟他生气。好，看在七兄面子上，就让他在岛上多待几日吧。多谢黄岛主。不必了。黄岛主，荣妹妹救命啊！黄岛主，荣妹妹救命啊！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不是，是他自己让蓉儿带他去桃林里面看看的。你现在七兄出去，我随后就到。算这个小毒物好命，不然让他饿死在桃花镇里。师傅，我爹爹让我嫁给小毒物。你爹让你嫁给小毒物？蓉儿怎么办啊？那就嫁给小毒师傅。师傅，你就别跟蓉儿开玩笑了。没开玩笑。师傅，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因为您知道我喜欢的是蓉儿。哎，你傻小子不傻。放心吧，有老叫花在，我绝不会让黄老邪棒打鸳鸯。谢谢师傅。